油菜花田。Love for listening。哦，到海边了，各位，我们大家看，然后这里呢，有人在这里打那个高尔夫球。哦，东英格兰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坐火车，也可以来到这个城市了。这才是在 Cromer， 这边人的生活节奏也比较慢一点。哇哦！来个回头一笑，嘉豪，嘉豪，来个回头一笑，回头一笑啊，你来笑啊！我看你的头发，吹成打底特的都。只为我在装，你就是爱，因为我在，我不同的要我。你是哦 ，sorry， 前面那个是卡西了我。管用干呀！哇，你看那个风真的超级大的，我们要吹成了，真的。而且如果你除了这海边之外，其实别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冷，对不对？穿保暖内衣了吗？有啊，不然的话我要冷。脱下来呗。等等，给我穿。好搞笑啊你！OK， 我们已经进去了镇中心。这也不算是镇中心吧？算不算啊？应该也算。买螃蟹吃，不知道有没有。Lovely, isn't it？ 希望有，对不对？完了，我们不戴口罩吗？请问 ？Oh no， 没有开门。之前这个地方呢，是专门卖螃蟹还有龙虾的，而且卖的还蛮便宜的，很新鲜的龙虾哦。哇哦，一转弯就是个大海边了。哇，真的好漂亮哦，这里。天空也真的很蓝，今天。哇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真的好多那个，西狗哎，很多那一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海鸥吗？所以在这里千万不可以吃东西，不然的话会被它叮走哎。啊？啊！看我头发被吹的 ！Oh my god！ 停！你看后面的海鸥，哇，好多哦！好吓人嘞，这海鸥成群哎，真的是。下网上有人让你看那黄色那个小网，看到没有？你不知道能看到哎。大哥。那个黄色那个网看到没有？下面在往上拽，还没拽上去。看不到，因为这个不能放那么大。Hello， 本来今天干嘛？你说。本来我们要去买那个螃蟹吃的，可是没有开。对，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那螃蟹的位置。对。大家。我们几个视频都，你看我上传了两个视频都没有人看过，一个都没有，就两个播放量，哎，好搞笑哦！不是限流，是根本就不会想捧你这种十八线，什么十八线啊？24线也没有24线，我们是无限，无限可能，加油，加油！呀，哇，这个天鹅。海鸥啊，天鹅，笑死了！天鹅就叫天鹅。哇哦 ，lovely 呢？来个强的海鸥。哇，有时候心情很压抑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看一下，多远出来走一下，感觉特别听到大海的声音，就感觉特别的舒适。也很解压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要买那个甜甜圈吗？我说。Oh no, too sweet, isn't it？ 我讨厌哦，我要说这 isn't it？ 你说我好像说 isn't it， 所以我是什么 ？Isn't it 之神 ？Yes。
你看他们已经在那里坐着了。哦，我带大家看一下他是怎么制作甜甜圈的。他会做甜甜圈机器哦。看看他们的甜甜圈长什么样子，好小，但是呢又很超甜，对不对？很热，对不对？嗯，试一下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么烫还是别塞进嘴里先了，好吃吗？很甜，外面很脆。里面很软，但是很油。哦，油哦！你看它那个制作过程，你就知道啦。你吃？我不要，太肥了。去 Seafood 看看有什么买的呢？不错。好高！哎，这里，哎，你们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像那一种韩国偶像剧那一种，就弹琴。说爱的那种感觉，就在这里，或者是说，哇哦，怎样？好累啊！看我，阳光洒在我的脸上。那你要摆个，你摆个上流社会的 pose， 什么上流社会？杨幂呢？赵丽颖，赵丽颖怎样的？包子，给你来个个人 MV 开始。哇，好美丽哦！你叫做郭美丽对吧？郭美美，郭美美，小心那个、啊、in the jaw， in the jaw。我是郭飘飘，郭亮亮。所以我们哎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怎样？我们要回家喽，是不是？嗯，有可能，有可能不是，谁知道呢？啊，为什么？要去哪里？今晚我们吃什么？今晚还吃、啊？那你妈妈今晚也，就你妈也是不上班了，今天跟我们一起吃。是吧？好吧，那你这样。哇，三文鱼！那晚上我们可以吃三文鱼，又吃那三文鱼。Oh my god！ 一整天都吃鱼，要不我们吃印度餐算了。好久没吃过印度餐了。